好，各位，今天是我们的音乐人快问快答。我靠，你坐那么拘谨，这不是你的家吗？好、啊。唐轩，嗨。好，我们多多。来。建国路，但后座没有你。但后座少人，假粉。我们这一行粉来粉去的、哦，你每年都会答应我一个承诺，但每年都没做到。所以我就这样才被甩。我们今天默契的好，我们就出十题，你们同时回答。十题里面，你们如果答对六分就算过关，然后失败的话是什么处罚？不然就要行唱建国路、啊。为什么是处罚他而已？你没事啊？没事啊。对，建国路是你怎么样想出来的？那我在大便的时候想，我坐在马桶上，那个旋律是这样出来的。所以那高亢的地方是因为你大便大出来用力的时候。难道是我在录的时候，我其他手在旁边看我拉屎？没有没有这样。听说妓女回来是写给前女友的？不是，完全不是。一直到处跟别人乱讲，就日常干话，把它写成一首歌。对，那首俊怀才写两分钟，献给前女友的。不是。这些我还是要说。